下午的5点半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，成都的明湖广场。今天成都天气还挺不错，好多人跳广场舞，特别是站在最前面有一个美女，跳舞跳得非常的好，每个动作都跳得很到位。我也拍了一个视频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穿白裤子黑衣服的美女了，是不是跳得非常的好啊？每个动作都特别的到位，她一个人站在最前面最中间这里跳，应该是这些大姐大们的领队。后面那些不会跳的都是跟着他一起跳，这个美女的动作幅度真的是蛮大的，那些大妈见了都害怕呀。听旁边人说，这个美女跳广场舞都已经跳红了，在某平台还有几万粉丝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美女的跳舞视频？现在跳完了，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那个美女是不是跳得非常的好啊？步伐夸张，手势妖娆，每个动作都特别到位，没有视频真的是不敢相信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